2013年1月2号是新加坡177间小学以及162间中学开学的日子。今天丽的呼声的特派记者们早上6点就出发，分别前往万慈小学、仰正小学、义安小学、中华中学进行街头采访。同学们都带着兴奋和紧张的心情，展开了今天的校园生活。新加坡早安，新加坡早安。非常开心，开心。Yeah, of course. Yes. 今天当然开心啊。开心。我很开心。开心。我开心。因为可以看到我朋友，看到新的老师。因为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。因为我可以看到新的朋友。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，增加我的个人知识。Excited to see my friends and learn new things. 现在上了中学，可以交更多的新朋友，所以我很开心。2012年成功毕业的小六学生，升学率达到了97.6%，与2011年的97.4%相比，提高了0.2个百分点。希望今年同学们会有更出色的表现。This year I have my PSLE, so at least wanna get at least 230. 我希望我能交很多朋友，并更努力的学习。希望能够代表学校出国比赛。我希望我可以考到好成绩。要考得好啊。考到更好的成绩。我也是一样考到好的成绩，读书会更好了。I hope that they continue doing good work. All the best for their new journey ahead. Okay. I'm not stressed out, just enjoy. 看来大家对新的学期都有很高的期待。丽的呼声也祝福各位朋友在新的一年当中心想事成。丽的呼声2013年，让您的生活更美好。Yeah. Rediffusion 2013 making it better.丽的呼声2013年，让你的生活更美好。Rediffusion 2013 making it better. Rediffusion 2013让我的生活更美好。Rediffusion 2013让你的生活更美好。Rediffusion 2013让你的生活更美好。Rediffusion 2013让你的生活更美好。丽的呼声，让你的生活更美好。